来跳一杯吧，咱俩干了。实话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我死了，我也得带走你。来人！来了。跟你说，三公主，有何吩咐？把他吊起来，他喜欢在上面待着。吊起来。三公主，你大婚之日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城主知道也该担心了。您三思，不惹麻烦他就不担心了吗？再说了，今天不是我惹麻烦，是他要下毒杀我。三公主，此话怎讲？不信是吧？你们不信是吧？好，我证明给你看，这两杯毒酒就是证据。哎哎哎！我告诉你。我今天死在这儿，你也别想活。把毒下菜里了是吧？有想法啊，特别有想法。三公主，此举何意啊？我看你还能把毒藏在哪儿？啊！闲了。难道毒药抹嘴上了？你挺会给自己加戏啊。现在绝对死定了！子然，一会儿我死了，你就五马分尸，诛他九族，明白了吗？韩少君，你为何不辩驳？你不要听他辩。子然吧，我现在看你已经是好多个你在这晃悠了，是吧？我感觉到毒气已经运行到我大脑了，完了，都也比不得了啊！我跟你，我跟你用你，都躲，你都躺一会儿。这毒药后劲儿挺大，快叫大夫！不对，三公主。